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研讨《太上感应篇》汇篇经文，又有三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则上议天朝，言人罪过。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第83页，我们看经文。三司者，即人身中之魂魄也。人有三魂，一曰爽灵，二曰胎光，三曰幽精。常人忽念其名，则魂安身灵。又《道德经》注云：魂者，气之神，有清有浊。口鼻之所以呼吸者，呼为阳生，吸为阴屈也。魄者，精之神，有虚有实。耳目之所以视听者，视为阳明，听为阴灵也。阳神日魂，阴神一魄。故智人以魂运魄，众人以魄摄魂。魂作玉木，魄业藏肝，眼不视而魂在肝，耳不听而精在肾，舌不动而神在心，鼻翼不嗅而魄在会，视者无漏，则精水神火，魂木魄精，皆聚一土之中，谓之和合四家。含眼光，拟耳韵，调鼻息，减舌气，四大不动，使金木水火土聚会以中宫，谓之揣处五行。盖阴魄有精，阴精有魂，阴魂有神，阴神有意，阴意有魄，无则运行不已。所以我之为心流转造化，几亿万岁，未有穷极。是以圣人以万物之来，不对之以心，而对之以性。性者，心为萌也。无心则无意，无意则无魂。殊不受生死，轮回习矣。七言喜真人曰：常行内观，遣弃三思，片除六贼，纳气以丹田，定心以觉海。心定则神灵气住，精气神合，三家相形，结成圣胎。清净经曰：呼人神好亲，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意牵之。常能遣其意，而心自静；诚其心，而神自亲。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至于佛经，则曰：以智慧剑破烦恼贼，以智慧刀裂烦恼网，以智慧火烧烦恼心。地观四大本空，烦恼何处着脚？转三毒为三解脱，回烦恼为菩提。如此则三业清净，万德庄严。
有何过恶之可言也？我们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三思，三思就三思审，这个是道家的名词，也是道教的用语。那么老法师呢，对这个三思审，老法师的见解是这样。老法师说，这是本经的名词，说明任何一个众生，不仅是人类，包括畜生、恶鬼、地狱，通通都在内。起心动念，一举一动，都有天地神明鉴察。老法师讲了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六道的众生啊，都有天地神明在鉴察，这一点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是天力运行的规则，就像我们人间一样，每一个国家都一样，没有例外，在地球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警察，都有公安，都有法院，都有检察官，维持这个秩序。同样道理，要维持天道的运行，那会有天力。所以，现在的人呢，把这桩事情看作迷信，也就是说没有三思审，他认为这样是认为这件事情是迷信，不值得相信，完全置之不理。那还有一些人呢，还有错误的想法跟说法，说这种事情呢，比如说地狱啦，或是因果啦，或者是轮回啦，或者像讲这个三思审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这种观念，这种观念跟言论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是相信，或者是不相信，事实决定存在。因果报应这个事实决定存在，因果不会说你相信它就有因果报应，你不相信可以为所欲为，没有因果报应不可能，事实决定存在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古时候呢，尤其是读书人，读书明理，对古圣先贤的教诲都能深信不疑，佛法的教诲更是高明。佛菩萨不但教我们要相信，还教我们证明。佛经上教我们修行的次第是信解行证。所谓信解行证，佛让我们证实这个道理，证实这些事实真相，这叫正果。这种教学的方法确实是合情、合理、合法，是一个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学。以上呢，是老法师对三思审老法师的开始，老法师的意思是说，老法师不会去特地解释什么叫三思审，他认为这些天地鬼神你都要恭敬，你冒犯了你就会受到惩罚，
再下来呢，魂魄，魂魄就是人体中的三魂七魄。在道教的云集七千卷五十四里面呢，魂神部称呢，人生有三魂七魄，三魂一名胎光，太清阳和之气，属天，属于天；二名爽灵，阴气之变，属于五行；三名幽精，阴气之杂，属于地。胎光呢，主生命，久积人生，则可使人神清气爽，益寿延年。爽灵呢，主财禄，能使阴气自养，使人积谋万物，劳役百神，身后若害。幽金主灾衰，使人好受输役，逆以秽乱之师，耗损精华，神气缺少，肾气不足，鼻胃五脉不通，但系行若失偶。这是三魂七魄之名呢，分别为尸狗、狐狮、雀鹰、吞剑、挥毒、除秽、挫秽。七魄为人生中的浊鬼，每每以夜寿，夜寿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夜旺每个月的十五号，夜悔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在夜宿、夜旺、夜悔之夕的晚上，在人生中流荡游走，遭邪之恶。所以大部分的人啊，都在暗地里面干坏事，就是这个道理啊。在黑夜中呢，啊，去干这个杀盗淫乱的事情啊。再来，阳神日魂，阴神一魄。阳神、阴神呢，在道教的参同契卷上说了，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一魄，魂之以魄互为四载。再来，智人，道教道家指超凡脱俗，达到无我境界的人叫智人，也可以说是圣人啊。兼就是必长封闭，中宫是指中丹田，揣处处涌聚集在一起。七言许真人，他又叫喜七言啊，祁阳人，他向道心切，希望求长生。每天一早一晚，总要虔诚焚香，诵习《黄庭经》。一日，到四川的山洞中，遇到太乙真经，酌以食水，就以食水当酒啊，在那个地方呢论道。那么太乙真经呢，就引喜真人呢入太白洞天而成道，世间呢神仙通见。那么这个喜七言胎徐诀啊，是喜七言所做的，他是唐朝人。喜七言呢，在《性命归子亨集》里面说呢：“
反修道者常行内观啊，浅弃三思啊，驱此六劫，纳气以丹田，在我们的课本的84页啊，倒数第四行啊，就这段喜真人的这个他的这一个法语啊，驱此六劫啊，我们经文叫遍除六劫，纳气以丹田，定心以觉海，心定者神灵，神灵者气住。那他说心定，我们经文说心定者神灵气住，气住者胎藏矣，啊，这个是经文上课本上没有的。胎之藏者，由于喜之住也。无喜不胎，无胎不喜。住喜藏胎，圣母神海。故曰：胎喜定而金水交，心意灵而龙虎会也。再来，丹田，人体部位的名称，道教称人体有三个丹田，在两眉间内为上丹田，在心下则呢为中丹田。在肚脐下则为下丹田。晋朝葛洪《抱朴子·地真》一般呢指下丹田。圣胎，圣胎就是道教金丹的别名。内丹家以母体结胎比喻凝聚精气神三者所炼成之丹，故名圣胎。那如果我们佛家讲圣胎怎么说呢？我们佛家讲圣胎就是悟后起修啊，你开悟以后呢要悟后起修才是修行的开始啊，开悟以后悟后起修了，要护念这个圣胎，这个圣胎就是我们的菩提道种，我们的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我们的菩提自信，要护念这一念心，这一念真心啊，也就是这一念正念啊，我们说正念现前，开悟以后呢护持护念这一念啊，菩提自信，这个叫做保护圣胎。所以以前呢，在这些禅宗里面，或者是这些过去的这个高僧大德里面呢，他们开悟以后都在哪里呢？他们都在山林水边，就山上的高的地方，或者人迹罕至的水边，在那边长养圣胎，就在那边精进用功了，深入经藏了。印光大师出家以后，在普陀山的法语寺、法语禅寺啊，藏经阁业障32年，那就是长养圣胎啊，终于成为一代高僧大德，净土宗的13祖，在那边闭关呢、啊，在那边藏经阁呢，业障32年，那个叫做保护那个圣胎啊，所以佛家讲的呢，跟这个道家讲的就不一样、啊、道家讲说精气神三浊炼成之丹、哦、就不一样。再来清净经，清净经也是道教经书，全名称为太上老经说藏清净妙经，又名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说藏清净经。
简称清净妙经，藏清净经一卷，为道士常诵习的经书。那么清净经呢，在说明清净的功能妙用，认为人心呢，若能够弃其意，弃除这个五欲六尘，则心自然清净。成其心，就是我们佛家讲的降伏其心，则神自清。啊，那我们佛讲的性德显现啊，修德有功，性德方显，神自清就是性德显现，故六欲不生，三毒自然消灭。怎样才能够常清净呢？应当内观以心而无其心，外观以形而无其形，远观以物而无其物。这三句等于佛家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如果以金刚经的标准，那更高，进入空有不二，应无所住是真空，而生其是妙有，也就是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讲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一句话就解决了。啊，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就是内观以心而无其心，外观以形而无其形，远观以物而无其物，完全进入三昧，超越时间跟空间，内观以心而无其心。啊，它还有个内，一个外呢。外观以形而无其形呢，远观以物而无其物呢，我们的自信会大小方圆，大者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它已经完全超越了，没有是内观跟外观了。 那么清净经讲说呢，物质三者唯见以空，那佛法讲的更究竟了，空观、假观、众观，一心三观，就无烦恼常清净。如果进入空观的话，破我执；进入假观了，破法执。破我执，破见思惑；破法执，破尘沙惑；进入中观，破根本无明。破根本无明的话，那就断烦恼啊，心当然是常清净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老子的这个常清净经呢，几段经文很不错，虽然是道教的经书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常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一道。这道是什么？大道之心理，大道之简。自归于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道就是道家讲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实道就是我们的菩提之心，就是我们的清净法身佛、圆满报身佛、百千亿化身佛、一体三身佛，就是我们的常住真心，就是六祖大师所悟的那无所计，何其是本质清净、本质寂止、本无动摇、本不生灭，何其是能生万法，就是道啊！所以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大道无形，因为我们这一念自信啊，非大小方圆，非亲房次百，大无外，小无内啊，就是大方广佛法眼经，体大相大用大，所以大道无形，它是实相。实相的大道就是实相，那实相是什么意思呢？无相无不相，无相是它的本体，无不相是它的作用。大道不理日用之间啊，六大师说的不理日用啊，所以大道无形。
就像镜子的照性，它可以现一切相，可是你见不到那个照性在哪里。我们的自信能产生无量无边的妙用，但是你见不到那个自信，在用上看到我们的体，这大道无形。它能够生益万物，啊，唯心所现，唯智所变的，啊，永明延寿大师说的，不若会他物，众宏不是尘了，山河及大地，全若法王身了，啊，所以他生益万物，生益天地啊。那大道无情，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破我执、破法执了。他没有情执啊，他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真正到究竟佛的时候，他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所以大道无情啊。他没有我贪、我爱、我嗔、我痴啊，他无我了。他无我的时候，大道无情啊。一切有情无情的同源种质啊。所以在大道里面，在自信里面。他非善非恶，不思善不思恶，知你麻时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他超越善恶对待。在大道看来，好人也是佛，坏人也是佛，大道无情，所以他运行日夜，就像大地一样啊。大地就像我们的心地一样啊，你好人踩他，他也不会。也不会说欢迎你，坏人踩他，他也不会说抗议不让你踩，运行日夜啊。大道无名，你形容不出来。大圣起心论里面讲，你言说相，你名字相，你心莲相，你讲不出来，言理道断，心行处昧啊，为正方知啊，大道无名，常养万物啊。你没有办法去形容它，无不知其名，强名也道，勉强来说道啊。所以老子说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我们的性德。父子有亲就是自然定律，夫物有别自然定律，这就是道。现在为什么这个四段四呢？因为人呢、啊、违反五伦嘛，所以呢，这整个次序就乱掉了。所以夫道者呢，有亲有浊。那么如果以凡夫来说呢，我们用佛家解释，真妄合合，有亲有浊，亲就是本体，浊就是我们的妄心。有动有静，但佛家讲动静一如啊，动静都是它的妙用。天清地浊啊，天动地静啊，他是讲天清地浊了哈。那天动地静，那么男清女浊，男动女静，这就是个自然道理啊。降本流末而生万物。亲者浊之言，动则静之机。所以我们呢，背结合成，我们的心就浊乱了啊。我们背成合结呢，那就恢复清净了。所以亲者浊之言呢。动则静之机啊，人能常清净，天地悉皆归啊。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啊。常能遣其意而心自静，成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呢，不能者为心未成，意未牵也。所以儒家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佛家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也是三毒消灭，六欲不生嘛。能遣之者，能者遣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啊；外观其行，行无其行；远观其物，物无其物。这刚才我们有解释过了。用佛家讲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解决了，不自色声香味触法布施就解决了，啊。那么《清净经》里面讲说，三者即物，就是内观、外观跟眼观，三者即物，唯见一空，啊，观空一空，空无所空。所空即无，无无亦无，无无即无，湛然常寂。即无所即，亦其能生。亦即不生，即是真净。这个在《心经》里面讲很简单：无智亦无德，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你不是我得到一个智慧，连那个我想得一个智慧，那个都要舍掉。无智亦无德，因为自性本寂的嘛。那我得一个智慧，那你还是心外求法。所以智慧是本具的，借修德显性德，你破我执、破法执，再破根本无明，见法身，你的智慧就流露出来了嘛。所以他不假外求，自得心开嘛。无智亦无德，不是我这样去修才有办法得智慧。比如说我要捐很多钱才会得到智慧，那不一定哦。捐了很多钱是得到福报。你要去掉贪嗔痴，功德才会显现呢。啊，所以无智亦无德，亦无所得故。你说我无所得，连那个无所得也要舍掉，亦无所得故，菩提上的菩提就显现出来了。啊，跟《金刚经》里面讲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不能执着有，也不能执着空啊。要空有不二，那就见到自信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有也要舍，那空也要舍。空有都舍的时候，所显现出来那个自信，就是即无所即，亦其能生呢？亦即不生，即是真净。那清净心就现前了，常住尊心就现前了。所以真常应物，真常得性。你清净心现前，哪一法不是佛法？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见闻皆知的妙用啊，就真常应物啊，真常得住啊，啊，常应常净，常清净矣啊。在佛家讲啊，到常寂光净土四十一品无明断尽了，那就常清净了，那就常住常寂光净土了，啊，那就生死寂涅槃了，那进入大波涅槃了，那就生死寂涅槃了，进入空有不二啊，如此清净，渐入真道。进入真道，名为得道。哦，在道家讲，这样叫得道。啊，我们佛家讲叫见性呢，见性成佛。虽名得道，实无所得。虽然说有一个得道，这勉强安一个名，实在讲也无所得。佛家讲无智亦无德。为了教化众生，勉强说这个圣僧开悟了，名为得道。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说啊，这个师父上人呢，这个祖师啊，要教化众生了、啊，他已经开悟了。为化众生，名为得道啊，就得道高僧啊。其实他是什么？他比我们用功，比我们精进啊。他把我执破了，法执破了，再破根本无明，他就得道高僧了、啊。他就来啊，这个。
证得根本住以后，以后得住教化众生啊。啊，能悟之者可传圣道，这佛家讲就可以承担如来家业嘛，续活慧命嘛，就是能悟之者可传圣道，可以续活慧命呢、啊，承担如来家业。那么再来，太上老君说：“老君曰啊，上是无争，下是好争啊。上德不得，下德直德啊。直走之者不明道德。什么叫道？什么叫德？老和尚讲经曾经讲过，道就是体，德就是用啊。道德就是体用不二啊。道是本体啊，那德是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啊。你能够见到德就出来了。”你的性德就流露出来，你就是有德行了、啊。上士就是什么？上根立志的、啊、圣贤啊，菩萨都说是上士啊，他无争啊，金刚经讲无争啊，啊，因为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相，怎么还会争？他不无争呢、啊？他都无我，怎么还会争呢？上士无争。下士呢没有开悟，还是要争名争钱争货啊，争地盘，要争正统啊，要争名争利，好争啊，下士好争。上德不德，德是本具的，从零度到360度你只是恢复性德而已，德去德还要去外面拿吗？外面去求吗？啊！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个万德万能就显现出来了嘛，就是上德不德嘛。啊，是这个是圣人的境界啊，无智亦无德啊，亦无所得故啊，是上德不德、啊。那下德直德呢？啊，那个根基比较低的呢，比较差的呢，他执着。啊，以少为主啊！我已经见到了，我有悟处了。下德执德，执着那个德啊，执着执着不明道德，还没有见性啊。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唯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即惊其神，即着万物啊。老子说啊。众生为什么不能见到真性呢？因为他还有妄心，他还有我执。既然有我执，即惊其神啊。那佛家怎么解释呢？那性德就不能显现出来啊。那既然性德不能显现啊，见思过未断，尘沙后也没断，最起码见思过都没有断。啊，因为他有妄心嘛，阿罗汉就是真心呢、啊，阿罗汉是正觉啊，所以阿罗汉不是用妄心呢、啊，所以到阿罗汉才可以相信自己的心呢、啊，所以阿罗汉他是用真心呢、啊，他没有妄心，所以阿罗汉是怎么样？他已经放下执着了，所以你没有破见思后，你还是用妄心，所以你会执着万物啊，执着万物即生贪求。即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着入，着入流浪生死，长城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亲近矣。啊，这个道理经文都很简单，前面我们都解释过了，你再来去会通这一块就很简单。老和尚讲离开名闻利养，离开自私自利啊，离开财色名食睡啊，离开五欲六尘，就没有贪求了，你就不会着万物了，就无贪求了啊。那你没有贪求的话，就悟道了，悟者自得了。如果你还有自私自利，你还有名闻利养，你就是执着万物嘛，那就生贪求了。既然有贪求，就有烦恼了。得到了，
也烦恼，没得到的也烦恼。那烦恼妄想呢，扰乱你的身心呢、啊？啊，那就变成五浊恶世的众生啊，那就流浪生死啊。再来下面的诚其心呢，就是静心啊，静心。在下面这个六欲啊，六欲，自然六欲不生。这个六欲呢，我们先解释一般的这个佛学名词哈。第一个色欲啊，第二个形貌欲，第三个威仪姿态欲啊，第四个语言音声欲，第五个细滑欲，第六个人相欲。色欲就是对于青黄赤白及男女等色而生贪着，这就是色欲。二形貌欲，看到端正容貌美丽的而生贪着。三威仪姿态欲，尤其是看到那个女众在行步静止、含笑交代等而生爱染着。四语言音声意，听到这种美妙的巧言音声啊，美语和你的心啊，那种音声啊，那你就产生爱着了。听音乐也是一样，听到女生的声音也是一样。五细滑意，对男女皮肤那种细滑光润啊，滑泽产生一种染着了。啊，尤其男生摸到女生的皮肤啊，马上起的淫欲心出来了，细滑意。人相意，看到男女可爱的长相而生贪着，这六意是凡夫都会患的。这个在《大智度论》21里面呢，有这六欲。那怎么破六欲呢？要用九想。哪九想？在智者大师《禅波罗蜜门》九曰，你要九种观想。第一个，比如说你男生很喜欢这个女生，你要去观想这个女生死掉的时候身体膨胀，或者这个女生呢得了癌症，得了肿瘤。啊，像有一次我到台北的马街医院去关怀一位癌症病人，那个女众呢大概是30几岁而已，得了子宫颈瘤。她得了子宫颈瘤，我去看她，我吓一跳，她长了什么样子呢？如果你常常看非洲的饥荒的时候啊，那最穷的国家是奈及利亚。你看到那个奈及利亚，他们那个地方没有水喝啊，没有食物啊，天气又干燥啊，啊，你尤其这些穷民呐、啊，啊，就是这个干瘦如柴，干瘦如柴啊，啊，非常的瘦，那肚子很大啊，脖子很小，就像恶鬼一样，恶鬼道一样，你要这样去观想。啊，眼前这位美女死了以后，放在太平间，身体就膨胀起来，整个花容就失色了。啊，不是像原来那个杨贵妃的脸呐、啊，啊，王昭君的脸呐、啊，都不是的，膨胀想。第二个呢，亲仪想，啊，尤其人死掉以后，啊，身体变黑，会有尸斑。死不到一两天的，马上就有尸斑出来。尤其这种天气这么热，会有尸斑，亲仪想啊。再来幻想，人死后，这个美女死掉以后，没有冰冻的话，马上就腐坏了，身体就败坏，里面就细菌就出来了啊。这个是。幻想。第四个呢，血途漫想，你要观想眼前这个美女死掉以后啊，
或者是在癌症病房，那个伤口啊，或者那个尸体流出那个脓血出来，或者那个嘴巴呢，那个樱桃小嘴呢，流出那个黄色的那个脓液出来。像我有一个连友的儿子呢，得那个肿瘤肝癌症，他还跟我讲怎么讲呢？我那天有去跟他开示，可是为了怕家属啊会害怕，所以我就没有掀开他的陀螺尼贝。他妈妈怎么跟我形容呢？他说他这个儿子死的时候呢，整个嘴巴，因为他是癌症嘛，啊是。啊，这个舌癌啊，好像是舌癌、喉癌这一块，整个那个癌细胞肿大以后呢，到死的时候，整个嘴巴堵起来，完全都是那种那个细胞分裂以后变成一种黏膜，整个把嘴巴堵住，那是很可怕的哦，血吐慢想，你假如观想这位。癌症病人不是男生是女生的话，这个时候你还想去拥抱他吗？还要去亲他的嘴巴吗？呵呵，不敢了，血吐慢想，哈。这感应片里面讲的，恩爱如夫妻啊，都不想再看最后一眼了。啊，我以前去住院的时候啊，一个警察巡佐啊，就是中风、忧郁症啊，或者死掉以后呢，在一位法师的那个。到场了，但有一个助念师在那边助念了啊，天气很冷啊，他太太就来了，他是我们大陆的啊，早期啊，随着老蒋到台湾来啊，他们都讲了这个标准的普通话，天气很冷啊，他太太来看他最后一眼，还算不错，有看最后一眼，但是不想助念，他说老公啊，那天气很冷啊。就跟他讲说，老公啊，天气很冷啊，意思说你自己练火吧，我要回家睡觉了。啊，这是血吐慢想。那脓烂想，整个人死掉以后啊，几天以后呢，身体开始腐烂了，脓水就流出来了，啊，尸臭味就出来了，你就闻到尸臭味了。浓烂想，再来从淡想里面的细菌呢、啊，那个蛆啊，身体上那个蛆啊，就开始咬他的肉了。从淡想，看都不敢看呢、啊。再来善想，最后身体开始败坏，四大分离啊，最后。你把他想，他埋葬在坟墓里面，最后剩下一堆白骨啊。那这些白骨呢？啊，被野外的动物呢把它咬出来，暴露在外，被鸟兽来把它啃食啊。是野外的动物把它践踏，骨响。我们也常常看到啊。很多独居老人啊，独居的老妇女啊，养了一只狗啊，最后老人死掉了，狗没人养，啃这个死者的骨头啊，骨响啊，再来烧响，最后送到火葬场火化，整个身体烧成骨灰跟尘土一样烧响，这九种观想来破六欲。那么水草呢，天台国清寺智者大师说啊，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卷第九六义者里面，智者大师也有开示这六欲。那么智者大师呢，这六欲呢，第一个色欲，智者大师说，有人喜欢红色、赤色，有人喜欢黄色、白色、黑色啊，若赤白色，若黄白色。若黑色，若赤黑色，若青色，若青白色，若桃花色，每一个人对色彩都喜好都不一样。
甚至夫妻两个对颜色的喜好都不一样啊，老公喜欢黑色的，老婆喜欢白色的，在那边争吵不休，对 色彩的色意的执着。男生对女生有的喜欢胖的，有的喜欢苗条的，啊，有人还回，有人喜欢还回的，有人喜欢艳瘦的啊，还回艳瘦，个人喜好不一样。无智于人，见此等色，莫逆迷醉啊！智大师说啊，没有智慧的愚人啊，看到这些美色啊，沉没在里面呢，啊，迷惑颠倒。醉生梦死啊！再来，行贸易，有人呢、啊、执着这个女众的这个行貌啊，她的容貌，她的容貌啊，这个脸型呢 像满月一样啊，她的眼睛像满月啊，修目高眉，细腰纤指，相好端廉，哈哈。都可以让他形容出来啊！哎呀，他那个眼睛长得太漂亮了啊，凤眼呢 啊，眉毛非常的高啊，腰非常的细啊，手指啊，十五手指都非常的纤细啊，哎呀，那个相貌实在是没办法形容了，非常的端正呢 啊。有一次啊，我看到一个网络的照片，一个新闻很好笑。啊，你就看到这众生对这种色欲跟行贸易，那么多么的贪着啊！那个女生啊，先作弄一下，啊，也是个年轻的，也现在很流行的网红嘛，就在网络上很红的网红啊。她先把这样遮起来，她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啊，她就把这个先做一个假面具遮起来，只看到她的脖子以下，哎呀，就是里面讲的。细腰纤指，相好端廉啊。后来这个女孩子在把面具拿起来的时候，那些网络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朋友啊，说你赶快移开，赶快移开。实在，你就知道说，现在的人哦，都老和尚讲，听骗不听见呐、啊，色欲、行贸易啊。威仪姿态意啊，有人执着这个威仪姿态啊，行步汪洋，扬眉顿脸，含笑交引哈啊，欲语还休啊哈、啊，这个女生的事我不会形容啊，变身爱染啊，所以呢，这个都是说被他的这个仪态迷惑了，再来。言语音声异者，有人淡爱爱语声。如果听到那个巧言令色啊，那个说话很好听的、啊、华说啊，他说什么全部都答应了。台湾很多这种诈骗集团，那个女生打电话来，你还记不记得我、啊？猜猜我是谁？我们警察办过这种案子的，你猜猜我是谁？那个声音故意很嗲，就是。很柔那种声音啊，你猜猜我是谁？你猜不出来啊，我是你小学同学啊，啊，他大概有去看他的那个同学录啊，是干什么？我是你小学同学啊，哎，对，有点像啊，久没见面了嘛，哎，同学啊，我现在欠50000块，你帮我汇过了不好？那个傻子啊，乖乖的给他汇50000块，要不然就说。跟他吼、哦、用电话这样吼、哦、啊跟他攀连，哎呀我想当你的网络上的女朋友啊，那我现在没有钱啊，你现在先汇那个点数到我们台湾那个超商叫 7-11 去买点数，你寄过来给我，全部被骗几十万啊，言语音声啊啊，听到那种他的声音的清雅，或他的唱歌歌咏赞叹啊，非常的感动人心。渔夫啊，潜视者为之迷惑颠倒。第五，戏华意者，有人啊看他那个身材的那个柔软啊，或者他那个这个回肤光月啊，啊，像杨贵妃那种身材啊。
有肉多眠之手，看他这个手啊，多罗眠手那是不多了呢，多罗就是非常的细滑，或者饱满的啊，这个也是一种细滑意，一摸到就执着了。或者我们寒冷的时候喜欢热啊，喜欢体温热一点，天气太热的时候喜欢身体凉一点，这也是细滑意。或者男生啊跑去让你做按摩，而且很多按摩馆啊，到国外去旅游啊，按摩接待生虎香熏香啊，很多人就这样迷惑了啊，掏肝掏肺的了，全部都给他了，还情莫逆，为此为上，甚至丧失生命了啊，这是细滑意。第六呢，人相意啊，有人呢前面五个都不会去执着，那、啊、偏偏人相意他就执着，那看到男生女生啊啊，那就马上呢，如果没有看到他还不会有前面那五个的这个妄想啊，一看到男生女生现前的时候，前面那五个全部都执着了。没有看到喜欢的人哦，他还不会起前面那个五种欲望，比如他看到一个长得很丑的，他就不会有色欲啊，对不对？他看到那个女生长得不漂亮、很丑的，他不会有色欲，也不会有形貌欲啊，也不会有威仪姿态欲啊，他也不会有言语音声欲啊，他会嫌他呢，他也不会有细滑欲啊，这五个通通不会发生。但是他如果看到一个啊，国寿天香的偶像型的这个男女相出来以后啊，他前面五个全部都跑出来啊，他甚至舍自己的生命都愿意付出啊啊，设置头上一把刀，真空吃醋啊，男女终是丧失生命，就是这个道理啊啊，顿亡躯命啊，连生的生命都牺牲掉了。所以这六欲呢，世世代代都狂惑众生啊，存人生死，莫逆三途，不得解脱啊。严重是这后面这几句话，这六欲把一个英雄好汉，甚至修道的人，啊，甚至一位品学兼优的盖世奇才，都可以把它全部毁掉。生生世世莫逆在这些六道里面、三途里面不得解脱。好，再下来，以智慧见破烦恼劫，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第十一里面说啊，以智慧见破烦恼劫，初因戒日护护众生永失解脱啊。菩萨怎么去度众生？用智慧见嘛，啊，破烦恼劫啊，把自己的见识惑破掉，把自己的尘沙惑断掉，啊，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么因戒入就是什么？五蕴所有的十八戒嘛，五蕴所有的十八戒，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十八戒，啊。如果能够离开五蕴所有的十八戒，就可以护护众生永死解脱。再来，以智慧刀裂烦恼网，烦恼就像一个渔网一样把你网住了，那必须用智慧刀把它割裂，这些网脱困出来，解脱出来。在金光明经空品第五，我断一切诸见缠等，以智慧刀裂烦恼网，诸见缠等就是见惑、失惑，必须用智慧刀把见失惑这个网砍断。五阴色宅，五阴被五阴啊困在这个房子里面，五阴色宅，关系空寂，就能够照见五阴皆空，证无上道，微妙功德。
再来，以智慧火烧烦恼心，这个是在大宝积经富勒那品第八卷91，顿行菩萨无有善巧，同诸凡夫不能出离。弥勒，废行菩萨一切重罪，以智慧力悉能摧灭，亦不因彼堕以恶道。啊，弥勒，譬如有人以大火炬投以心木，数是天之，如是天理，其焰转之，迷更增明，无有尽灭。我们众生的烦恼啊，我们众生的烦恼就像那个大火炬里面那个木材一样啊。那怎么把我们这个众生的烦恼就像那个木材一样，那用怎么把这些木材烧掉呢？把这个烦恼断掉呢？就是用智慧火啊。啊，你再多的木材还是被烧掉啊，你只要一直往里面丢，再多的木材还是被烧掉。那个大火炬就是智慧火啊，如是天理，天理其焰转之，最后智慧越来越增明，最后把这个所有的木材全部烧掉了，把所有的烦恼都断掉了。弥勒，慧行菩萨亦复如是，以智慧火烧烦恼心，数是天理烦恼心目，如是天理智慧之火转更增明，无有尽灭。弥勒，如是如是，慧行菩萨智慧之力，善巧方便，难可了知啊。有四十法眼卷十三里面也有这个这段经文，叫以智慧火烧烦恼心，永断一切五道生处，即菩萨行，向一切智，心海清净，无诸作乱。只要能够用智慧火烧这个烦恼，烧烦恼心，永断一切，就不会到六道、五道，就是把这个阿修罗呢，散在这个人道、畜生道，还有恶鬼道跟天道，所以叫五道，你就断绝了五道的牲畜，啊，成就菩萨圣行，啊，迈向一切种智，啊。再来，佛说《观火三昧海经》本行品第八卷9，佛告阿难：如来往昔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以智慧火烧烦恼心，修无相定，不回实证，是故获得如是圣相。一一相中无量化佛，何况多相？若能细心观一毛孔，是人名为行念佛定。好，我们看在下面，地观，地观就是审视仔细看。善解脱呢是三空，三三昧，又是善解脱门。第一个空解脱，第二无相解脱，第三个无愿解脱，三种禅定理啊，空无相无愿啊。菩提，三藏法术里面呢，解释这个菩提呢，就是道，诸佛所得的清净究竟之理，以其无灭无生不变不迁，是为常住果。那么我们无量说里面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就是觉者，菩提就是觉的意思，乃断解世间烦恼，烦恼法而成就涅槃。那么菩提道上呢，有五种不同的体悟。第一个花心菩提，第二个福心菩提，第三个明心菩提，第四个出道菩提，第五个无上菩提。发心菩提就是在生死苦海里面，你发愿想要做佛，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开始去做三皈五戒菩萨戒，力行六度，这样的话叫发心菩提。再来福心菩提，慢慢的能够折服自己的烦恼，降服自己的心，能够行诸波罗蜜多啊，这个呢叫福心菩提。像我们净土中的待业往生就是福心菩提。第三个明心菩提，就是能够明心见性了，
观三世诸法本末种相别相能分别酌量的诸法实相，能够证得诸法实相毕竟清净，是为得般若波罗蜜多形象，这是明心菩提。是者初道菩提以般若波罗蜜中得方便利故，亦不着般若波罗蜜。啊，就是到法身大事的时候，他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也就是佛在《金刚经》上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第五无上菩提”。做道场中断烦恼习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正得无上菩提，就是成就佛果。那这个菩提呢，我们常常都在读诵经文，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们也都知道菩提。那我们这边再来详细解释菩提。我们说发菩提心成无上道。啊，我分成两个段落来解释。第一个，佛法里面经律论所讲的道理，都离不开我们当下这一念心。什么心呢？菩提心、涅槃心。修行学佛，护持佛法，平时出钱出力，护法护教，这些都是修福德，修慈悲心。念佛打坐，是要修我们当下这一念心，这才是最究竟的。佛经上说菩提结法乐、无上菩提结法乐，无上涅槃即净乐、也有说无上涅槃即灭乐、菩提结法乐，涅槃即净乐，十方诸佛所修正的都不离开这个菩提心、涅槃心。以禅宗来说叫做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以净土宗来说，大业往生啊，生凡圣同基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尤其是长极光净土啊，也是我们当下的这个菩提心跟涅槃心。密宗讲即生成佛，也是讲这个菩提心。即生就是什么？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叫即生。认识这一念心，用这一念心来用功，叫即生成佛，菩提涅槃就会现前。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法门都是方便，这个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的。你修八万圣门，大多数方便法，最后就是要契入这个菩提心、涅槃心。修行不但要知道方便法，还要知道究竟法门。否则你执着方便法门，离无上菩提，离无上菩提道那就非常遥远了。有人听到说心即是佛，就也可以不用修了。他不了解心即是佛是从最高的境界来说，但是万丈高楼从地起，你还没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心中还是有妄想烦恼，所以你必须要记方便法，修方便法啊！但是你还是不能执着这个方便法、你最后才要帮我弃悟就近了。就像释迦牟尼佛教导弟子一样，修而无修，言而无言，行而无行。你修到正德实相了，正德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像六祖大师一样，那就是修而无修了啊！挑柴应水无不是禅了、他在那边聪明也是菩提，他在那边聪明也是佛性的妙用，这是修而无修啊！言而无言，他身口意都在三转法轮，言而无言，说我无说，无说我说。就是要大家修了以后不要执着那个福报功德，将一切功德要做三个回向，一个是回向啊，回自向他，
回因向果，回事向理，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菩提啊，回归到涅槃。那么古陀说了，修行不发菩提心，犹如耕田不下种。所以这念清净菩提心呢是很重要的，有了清净心还要修极尽涅槃，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才能够超越时间跟空间，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定慧等持，你有定慧等持的三昧功夫，你才有办法超越时间跟空间啊。所以为什么念佛也是修定也是修慧，它是可以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当你超越时间跟空间，心中就没有妄想颠倒愚痴啊。那么这一念心就由相对的心变成绝对的心了，由染污的心变成清净心了。一个人看到啊，外面的六尘境界，我们心很容易攀缘，想要达到无住生心，这个很不容易啊。看到外面的境界，知道是好的是坏的，你心不随境转，要心不随境转，就换聪明所说的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啊，那看到东西就起心动念呢、啊，看到自己受损失就起的一个悲叹呢、啊。所以像现在，很多人都去追逐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比如说我们常看到报纸登了。啊、百货公司送纪念品抢得头破血流，我看到一个偶像歌星出现挤得也是头破血流，都是追求外境，迷失自我，颠倒众生。我们修行人不因外面好坏的境界就随波逐流，拼命的去追求啊，更不要为了自己认为是自己渺小，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都记住无量智慧德能，所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所以灵山呢就是我们的觉性，我们的佛性。大学里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以至善。明明德就是恢复我们的觉性，恢复我们的佛性，不但自己要明明德，而且要亲民，去帮助众生，帮助众生一样返迷归悟，不要迷失本心，这叫做亲民。做到圆满了，止以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我们佛家讲的自觉，在亲民就是觉他，止以至善就是什么，觉醒圆满。当你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了，无明断尽了，正得漏尽通，菩提涅槃现前啊。所以儒家跟佛家呢讲的这个意境呢，啊，其实也是殊途同归，只不过是有深浅不同而已。道路呢，还是菩提心，还是文辞不一样而已 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义至善。所以大学之道在讲什么？就是菩提道了。大学之道，大，那就是菩提道啊。就体大向大用大，叫大学之道。因为什么？因为借修德显性德嘛。从凡夫学习到成佛，从迷惑学习到觉悟嘛。从烦恼深重学习到正菩提嘛，大学之道啊。啊，那中庸里面讲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思议理也，可理非道也。这几句话大家都读过。天命之谓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啊，人人记住。
每个人都有活性，但是被烦恼无明障住，所以必须要修道。所以天命智慧性，每个人都有本性啊。率性智慧道就是修行，你必须要借着善知识的引导来借修德显性德，叫率性智慧道，就是要修道。那修道之以智慧教，你必须要借有经教，必须听经闻法啊。所以这个修道智慧教呢，就是什么？就是借教理啊，信解行证。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怎么样？道也者啊，你才能够跟道相会啊，你才能够体解大道了、啊，发无上心。所以道不可思议理，才能够明心见性。所以不能离开这个这一念觉性呢、啊。道不可思议理，就是你不要离开你这个觉性。你一离开觉性，就堕落入罗刹鬼国、啊。那么儒家还讲内圣外王，内圣是什么？内圣其实是指我们这一念清净心呐、啊。外王是什么？你对六根对六尘，你可以当家做主叫王嘛。所以内圣的意思，让自己能够从凡夫成佛，恢复清净。啊，那外王呢？啊，你的勤住坐卧、待人处事、六根对六尘，自己可以当家做主，这叫内圣外王。啊，我是用佛家解释这个内圣外王。啊，你如果没有明心见性，那六根对六尘，你没有办法舍事用根，你绝对是攀缘取舍，你做不了主。所以呢，刚才练过的天命智慧性、率性智慧道，也就是要能够体悟这个觉性啊，要恢复这个菩提自信。所以信为道因，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所以信心很重要。佛法讲正信，而不是迷信、疑信、浅信，而是要正信，最后进入深信，深信就能够正果了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有正信，你对佛法生三宝，你对事情就会很欢喜有力量，对佛法的经历论、三藏的言教，你就会信菩提，就会信涅槃，你就会信信人人本具佛性，你就会信诸佛菩萨的开示、祖师大德的开示，你就能够相信，那这样就可以证到贤位，最后成就道果，达到圣位啊。所以菩提呢，涅槃大家了解，不是死了以后才正进入涅槃。这个清净心呢，如果你这个清净心现在没有办法现前，你说想期待死了以后才能现前清净心才能入涅槃，那不太可能。包括你往生西方，或者你想要往生东方琉璃世界，或者你想要往生夺帅内院，都是一样的。你想要往生真正的净土，首先你必须要转染成净，净化你这一念心，要发菩提心，菩提心要发出来。什么是发菩提心？那印光大师说生死心切了啊，把十字挂在额头了啊！祖师大都讲很多方法啊，印祖讲这最实际，你要生死心切，这一大事因缘，生死轮回。如果你真正能够觉悟了，你菩提自然生出来，发菩提心。如果你不能发这个心，不能深信切愿，也就是你没有发菩提心，你就没办法深信切愿。那你清净心没办法现前，你清净心没办法现前，你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发菩提心，没有一向专念。那你清净心没有现前，你不可能死后还会现前。你活的时候就没办法转进，你说
若能转进这桶如来，你眼前都没有办法转进，你说你往生以后还会转进，怎么可能呢？所以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那么你修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还是在皮毛上心修，无法登堂入室。所以菩提就是我们的觉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佛性。一般人所想的都是名利财色、功名富贵，求不到就起烦恼，想久了就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我们呢不是，我们心想极乐，我们心想善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我们回光返照。老和尚说了，人家要的你不要，人家不要的我们要，人家不要什么？人家不要解脱，人家不要智慧，那我们要回光返照，觉察觉照。每天要想想自己菩提心也没有发出来，清净心也没有现前。当你在根尘基督的时候，你在待人处事的时候，你也没有用清净心。问你自己，从现在开始努力，才有往生净土的可能。所以佛法最究竟的就是菩提涅槃。如果做不到，你最低限度要建立信心，要净土法门里面要仗佛愿力。在无量寿里面讲，最低限度你要怎么样？在下辈往生里面，我记得很清楚，愿生彼国，愿生其国。这个信心你要出来，你至少明白这一条路的存在，有一点点的相应，种下这个清净的种子、菩提种子、般若种子。即使今生不能够成就无上道，你种下这个清净的种子，将来一定可以成就。啊，以上是我特别来解释这个菩提，因为我们常常都知道菩提，那菩提怎么去心修呢？我刚才这边呢，特别再跟他讲详细一点。好，这一段我们来讲白话解说。所谓三思，就是指人身体中的三魂七魄而言。人有三魂，第一魂叫爽灵，第二魂叫胎光，第三魂叫幽金。人在平常呼叫他们的名号，就会使得灵魂安定，身体宁静。又在《道德经》的注释里面说啊，所谓魂呢，就是气的元神，其中有清有浊。我们口鼻之所以能呼吸，就是靠着阳气伸张的呼，以及阴气屈缩的吸，两者的作用。所谓魄，就是精的元神，其中有虚有实。耳目之所以能看能听，是因有阳明的作用而能看，有阴灵的作用而能听。阳神就是日魂，阴神就是夜魄。所以圣人是以日魂来运转夜魄，一般的众生是以夜魄来控制日魂。三魂白天聚集在眼睛，七魄晚上则潜藏在肝脏。眼睛不看东西的时候，魂是藏于肝脏而不散；耳不听闻的时候，筋所以肾而不失；舌头不动的时候，神聚于心而不乱；鼻子一闻味道，魄缩练在会部而不宣。这四者只要不往外流露，那么在五行当中，属于水的金，属于火的神，属于木的魂，属金的魄，都会聚集在中土的心意上。这种现象叫做和合世家，含藏眼光而不露，泥迹耳神而不散。
调虎鼻息而均匀，封闭舌气而不失，使得金木水火土五气都能够忌讳在中宫之处，这叫做揣处五行。在一般凡夫来说，大概由魄生金，由金生魂，由魂生神，由神而生意，由意而生魄，无则一直运行而不能停止，也因此才产生了人虚伪的妄念，在历世轮回的造化中流转不已，经过几亿万年到今还是没完没了。所以圣人对外来的万物，对他们都不起心动念，而只以不动的本性来面对。所谓性，就是在心还未动的状态，不动心就不会产生意念，没有意念就不会使魂魄不安，如此大意就可以不受生死轮回。七言的喜真人说，要经常向内观照自性，随时去除三思对本性的破坏，驱使六劫对本性的强害，将元气藏纳于丹田之中，定心以觉悟的性海之内。只要能心能定，精神就会安宁，气息就会沉稳，而精气神合成一贯，三者相依并行，自然能结成圣胎。清净经说，说到人生中的元神是喜欢清净的，但妄念经常打扰他；人心是喜欢安静的，但欲望却经常牵引他。如果能经常遣除欲望，内心自然就能安静，能够将杂乱的心澄清，心神自然就能清净。当然六欲就不会从心中升起，三毒就会消灭。至于在佛经上，就说要以智慧剑去迫使烦恼者，要以智慧刀去割裂烦恼网，要以智慧火去烧尽烦恼心，要仔细去观照地水火风等四大所组成的色身，本来就是空无一物啊，本来就是空无的，烦恼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处，要转化三毒成为三解脱道，退除烦恼时成为菩提。如此的作为，身口意三业就会清净，万德就能周遍而圆满，哪里还会有罪过恶行可说呢？好，这一段又有三思神在人生中，每到庚申日则上议天朝言人罪过。我们来听老法师的开示。第一点，老法师说，在人生中每到庚申日啊，就是说三思神啊，到庚申日的时候会到天朝去说人的罪过。老法师说，一个甲子呢有一个庚申，在中国古代呢，年历计算呢，年历日的计算都是用甲子，算命排八字就晓得利用甲子排，六十年一甲子，月也是用甲子排，两个月一个甲子，所以六十天当中有一个庚申日。第二点，上议天朝这一天三司神就去告状，天朝多半是指四天王天跟倒立天，到那个地方去报告。第三，各位要晓得这件事情，就是三司神啊，三司神呢在人生中每到庚申日则上议天朝这件事情，不管你信不信，它都存在的，不是说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如果不信则无，那圣贤人跟我们讲这些话，不就是找我们麻烦吗？所以不信它也是有，
中国人有，外国人 也有，没有一个人能幸免的。只要你造作罪业，必定得恶报。如果你造作罪业还没有得恶报，是因为你过去生中你造的福报太大，现在还在享福啊！你这个罪业呢，把你的福报折掉了，还有一些福报，这个叫余福，你还在想这个余福，你还有多余的福还在想，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一生断落修善，那福报就很殊胜了，生生世世都享不尽呢。所以人为什么要造罪业呢？古人有个说法说，三尸神就是一个人的三魂。我们常讲的三魂七魄，这是中国人古老的讲法。那么道家有道家的说法，阴魄有精，阴精有魂，阴魂有神，阴神有意，阴意有魄，魂魄的由来来源就是这个讲法。第四，圣人对于一切境界，他不用妄想心，他用真心。什么叫真心？没有妄念那个心叫真心，用这个心对待一切境界，那是纯善。谁会用这种心呢？活菩萨跟真正觉悟的人。第五，清净经里面说啊，人神好清。我们妄想心呢，把清净搞乱了。心本来是要清净的，欲望把清净心动摇了，所以你的心就不清净了。那不清净是凡夫啊，清净心就是自信，清净心就是真心。我们要恢复清净心，用清净心来待人处事，这个人是活菩萨。那么从经典里面我们体会，要恢复这个清净心有三个转变。第一个，首先要断落修善，再来转迷为悟，第三转凡成圣啊。但是呢，你要晓得从哪里转起。第六，我们的心本来是真诚、清净、平等、觉悟、慈悲的，这五条现在全部都没有了，现在变成虚伪、染污、骄慢、愚痴、自私自利。老法师说，我们自己是这样，看看周边的也是这样，所以才感得现在这个世间会有灾难，会有天灾人祸。那怎么来挽救呢？怎么来个避免呢？趋吉避凶的这个观念，古今中外一切众生人人都有，但是怎么趋吉避凶呢？不知道。老和尚说，这个地方有灾难不能住了，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移民可不可以？行不行？老和尚说不见得。俗话说呢，在劫难逃。你在这个劫数之中，你逃到哪里都没有用，你还是要受这个劫难，我们佛教讲叫业报啊。所以万般将不弃，唯有业随身，就这个道理啊。我们感应篇里面讲，后无门为人之招，后无门为人之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就像1997年香港要回归中国，那里面就三位企业家、富贵人家，生活很富裕啊，他们就说呢，赶快逃，就移民到纽西兰去住。
到纽西兰以后呢，就当狱工，狱工就是在那边呢无所事事啊，因为生活很富裕嘛，很富贵啊，那加上富贵邪道难，所以有福报呢就会造业，所以就每天的三个人相约吃喝玩乐，要不然就是到海边钓鱼，那边海边特别多，就去钓鱼，就其中有两个呢就被海浪卷走死掉了啊，客死他乡，这就是在劫难逃。他不知道怎么趋吉避凶，他不知道怎么保护的方法。民国的时候呢，有一本善书叫《保护的方法》，怎么保住福报、保住富贵？佛法里面叫你布施，叫你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叫你三轮体空啊，财施、法施、五味施，自然就能够消灾免难。刚才讲的叫你断恶修善啊，转迷为悟，转凡成圣，你就可以消灾免难。这叫趋吉避凶的方法。第七，要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呢？要从根本去改变，从心去改变。如果你从根本去改变，那么这个地区有灾难你就可以避免。就共业中有别业，别业是不共业的。所以老法师是说，你恢复这五个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心、慈悲心，你恢复这五个心啊，有一迹恢复了，其他四迹通通恢复，有一条其他四条也恢复了。因为一条，任何一条都圆满记住其他四条。华严经里面讲一多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第八，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改变，一定要断啊，断什么？断我们的爱欲，断我们的贪嗔痴，从根本上下手，把爱欲放下，把私欲放下，私欲就是我们的嗜好，心里面喜欢的，远离名闻利养，远离财色名食睡无欲，这样才能消灾免难。如果你的爱欲跟私欲不放下来，这个世间无论你躲到什么地方，你都逃不过劫难。这个道理要懂得。第九，在本段经文里面呢，佛经上说，以智慧剑破烦恼结，以智慧刀累烦恼网，以智慧火烧烦恼心。这个是佛在大小圣经论里面的教诲啊。那么老法师也说了，说华严经呢，事实上在教我们如何去转变，它转变的道理方法很多，在华严经里面很多，分量很大，而且不断的重复。可是老法师说，我们读了这么多经典，为什么得不到效果？实在讲，熏习的时间不够，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我们的意念太恶，纵然我们的苦善行善，可是意不善。所以我们往下要探讨的《以净力功益造神记》，就在讲意善。你意不善呢，功夫不得力，劫难呢还是不能避免。以上呢是老法师对又有三师神在人生中，每到庚申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老法师的开示。这一句经文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好，接下来这段经文是业会之日造损亦然。业会就是每个月最后一天，那造损呢都会啊，来检查善恶，到天上去报告啊。灶神也会到人，将人间所做的所谓的善恶的事情呢，向天庭禀报。
我们看第一段的经文，十一节，言人是一家动静之处，皆由鬼神监察也。越会越近也，造神号曰司命，以其私人一家良贱之命也，以人朝夕罪恶，无微不察。夜中昼闻阴阳二景，既知黑布呜呼。造神明察如是，之子奏告又如是。世人行事，但知其快一时。其父问家有造神，记其过患。每到夜静，大小皆奏天朝呼，恐惧修行，一刻不敢懈矣。好，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这一节是在说明每一个人在家中所在之处一切的动静情况，都有鬼神在暗中监察着我们。夜会就是指阴历的最后一天，灶神又叫司命，因其掌管一家的命运的好坏，对于家人从早到晚所做的罪恶，一点一滴都观察很仔细。每到夜底时，将所做的阴阳之恶的情况向天朝作报，记录在黑布上。呜呼，灶神对于人间善恶明察到这种地步，他的职责就是将事实如是呈报给上苍。世间的人在做事情只知道逞一时之快，哪里还会有心去思考去问家里也没有灶神，已经在记录他所犯的罪过。每到夜底的时候，无论大小事情都向天庭作报，只要自己持着戒慎恐惧的心好好的修持反省，就无时无刻不敢懈怠了。好，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怀俊一世，酒醉系家中一臂，臂婆之耻，故惧得脱，使正夜会，遂至四更，屈呼叫醒云：事件一心，贯照浮神，乘马奔行，随带有文部，向我指画而去，不知何说，神威赫赫，不觉惊醒，世人毛骨悚然，不敢明言，但云定是灶神无疑矣。或将此璧配人，因向复言曰：汝习梦灶神，向汝指示者，由我习称系此璧，立即得免，不亦夜间既有此境，想事虽未行，此心已期，故为司命所入耳。向不言者，恐汝见矣，难为此璧。今明言者，亦以表此璧之操，亦以彰我之过也。好，我们看这个字句解说。罩服就是黑色的官服，就小官吏的服装啊，黑服啊。四更就是晚上12点到凌晨2点，12时到凌晨20。好，我们看这段的白话解说。怀俊有一位读书人啊，趁酒醉的时候戏弄家中的一个婢女，这位婢女颇知羞耻，极力抗拒才得以脱开。当时阴历正好是最后一天，这个读书人睡到四更的时候，妻子忽然叫醒他，说了：我刚才看到一位新神，穿戴如灶王爷的模样，骑着快马奔行，随身带着祭祀的文布，对着我比划后就离去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觉得神威非常显赫，我不知不觉就惊醒过来。这位读书人听了之后毛骨悚然，觉得非常害怕，但也不敢明说，只是说这一定是灶神没错。后来这位奴婢已经许配给人，
此时才向妻子说，这位读书人才向妻子说，你以前曾经梦见灶神向你指示，乃是因为我曾经戏弄这位婢女，她奋力抗拒才免离我的侮辱，没有想到到晚上就有这种警示。想来这种事情虽然还没有做，但此心已自欺，所以就被灶神所记录了。以前不敢说，是怕你有所怀疑，为难这个婢女。如今明说，一来表彰此婢女的节操，二来发露我的罪过。好，以上这一段呢，夜会之日呢，灶神毅然呢，我们来听净空老法师的开示。第一点，感应篇会篇开端说明夜因果报的原理，继而几十例作为众善因得善果，造恶因得恶报的佐证。再来就说明天地鬼神的鉴察。现在的人呢，都疏忽这个，认为自然的灾害，这不是人所造出来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西空法界的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起心动念与西空法界一切众生息息相关。这个道理，这个事情，大圣经论都有详备的阐述。若能深入经藏，对于这些理事呢，则能有所体会。第二，眼前种种的灾难从何而来呢？自己的业力造感。从小方面来说，何以自己的同修不能如理如法的修行呢？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好，我没有做到一个学佛的人应该有的榜样。如果你能够做的好榜样，你就可以制度度他嘛。那你能够做的好榜样，众生自然就被你度化感悟了。如果他不能够被你度化感悟，是他的业障重啊。我们要不断努力去帮助他，用各种方便呢，总有一天他会明白啊。第三点，鬼神鉴察人间分成三段，第一个是天神，第二个三司神，第三个灶神，就是这一段讲的经文。那么天神跟三司神是鉴察个人，灶神是鉴察一个人的家庭。在中国的民间呢，古代的农村社会啊，都会供养灶神。在过去呢，中国一般的家庭都是烧大灶的，不像用现在用瓦斯、用电器的。那建造的时候呢，特别给灶神留一个位置，用一个小神龛供养灶神。在我们农村啊、乡下都是贴一个纸条，司命真经啊，或者司命灶经啊，这个贴一个灶神的神位。那灶神旁边呢，还会有一副对联。上联呢是上天言好事，下联呢下地保平安，哈哈。其实这些啊，都是一种我们呢敬天畏地、能够慎独的一种现象啊。所以像这个司命灶经呢，就会把一家的善恶的事情，在腊月的12月24号，灶神呢会升天呢，包括这一家人一年所造的善恶。现在人认为这是迷信，所以就不供养灶神了，不供灶神了。但老法师说，不管你供不供，灶神依旧照管。第四点，灶神真有。决定不假，不但有灶神，每一个家庭满有门神。所以我们下一集要讲的就是以进立功、以良辰，
他是一个失意的没有考中科举的一位读书人，他也说他有行善，他有断恶，他有不杀生，他有习字止啊，他有结文昌社，都在行善事，但是呢命运乖舛，时运不济啊。那么小孩呢走失了啊，小孩伤亡了，死亡了啊，他就呢每年年底呢写书文啊，可以讲说呢这个抱怨连连啊，怨天怨地，最后赵神出来跟他纠正他的错误啊，这个我们下一集会讲。所以呢老和尚说赵神是真有，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人没有看见，鬼神看得很清楚啊。那么明朝的以净立功一赵神记就最典型的，也是这个事情最详细的记载啊。可惜我们明天呢只有一集而已啊，坦白讲以净立功一赵神讲两集三集都不过分了。那假如我没有办法全部讲完的话，我这个重讲的第一集到第二十三集呢是补录定龙法师当时所讲的第一集到第二十三集，我现在已经讲到第二十二集了，是剩下一集啊。因为呢我到七月才要讲安世全师，那么预计呢八月五号呢会播安世全师第一集，所以呢这个第二十三太上感应篇会篇第二十三集呢是会在七月份的第一周播出。那七月份呢还有剩下四周呢就没有档案资料可以播。那我准备呢这个二十三集录完以后，我再讲太上感应篇会篇特别第一集，哈哈，特别第二集，特别第三集，特别第四集。我会在感应篇会篇里面呢啊，还有我们最近所讲的这个一到二十三集里面有一些重点还没有讲出来，意犹未尽，我会再补充。其实感应篇会篇呢再讲个一百集也讲不完啊，实在是太丰富了啊，法味无穷啊。所以呢这个明天呢是最后一集啊，那么往后还有四集，特别第一集跟第四集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共同研讨安世全师啊，第一部分文昌帝君因自文。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如啊讲到不妥之处呢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